所以现在我还是这样做，以为这样会安全，其实那是八股，那宁可不要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另外找一个方法让他不会。晚上10:36，你收听是 Hit FM 联播网。哇、wow, ，我是夜猫 DJ Dennis。话不多说，欢迎万众期待的周杰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各位晚安。晚安。这街上太拥挤，太多人有秘密，玻璃上有武器在被隐藏进过去。